希望是有无缘的结局，但很不幸的好像是无缘的结局，也许这是中华民国的命运吧。就如同我前所欲言，我不希望是有无缘的结局，在感恩节当天，但很不幸的好像是无缘的结局，可它还是发生了，也许这是中华民国的命运吧。如同我前所欲言，我不希望是有无缘的结局，在感恩节当天，但很不幸的好像是无缘的结局，因为我没有参加，是不是？因为统计学课还没上完。第二，我看到无缘的结局，不是 happy ending， 这是我事先预料到的，所以我一直避免禁止发生，可它还是发生了，也许这是中华民国的命运吧，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，但感恩节这一天不应该是这种命运的安排，我个人很难接受。其实今天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日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带着诚意来，你知道吗？会希望说再能够整合出一组最强的候选人，因为毕竟我们政党轮替还是很多人的期待，所以我从头到尾的逻辑都一样，应该用最强的组合去打赢这场选战。那不过今天不管结局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寻求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我们一定会完成政党轮替。